会可以跟孙颖莎打了。我们那场比赛呢，将是29号礼拜一，巴黎时间晚上8点，不要错过哦。对，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开心能够在奥运的赛场上去跟米亚一交手吧。我觉得其实，他身上也有很多我们年轻运动员去学习的榜样，而且我觉得他身上体现了很多的这种体育精神。所以说，下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也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，然后自己也会全力以赴去准备，然后享受这场比赛。